主料全麦粉80克，黄油40克，辅料葡萄干30克，燕麦片40克，红糖25克，焦糖酱10克，小苏打 2.5 克，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所有原料，黄油隔水融化，加入红糖混合均匀，加入焦糖酱混合均匀，小苏打加水溶解后倒入碗中，倒入全麦粉、燕麦片、葡萄干，揉成面团，揉成小球，放入烤盘，按点烤箱预热180度18分钟。烹饪技巧，没有焦糖酱可以不放，只是要适量增加糖的用量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